那所以我等一下就大概简要说明哈。那主要是这个领航探捕错，就是主要的使用单位是民政局哈。那比较特殊的话，我们接到这个要捕错这个调查研究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调查研究的重点，第一个在历史方面，我们把能够把原来整个历史的事件保存的运动。 然后重组的过程，然后做一个整个资料收集。那由于尤其的话，我们在那个建筑部分，我们也回到这个原来的那个以同样建筑事务所，我们把原来的这个木构重组的一些照片，我们把它收入到我们的案子。那主要是说，在民政局他们在做维护管理的时候，他们对于木头的新旧有时候。 会希望知道，那所以我们借的本次，我们也把这个部分呢，能够把它放到里面，然后这样子的话，在后续维护管理能够做到一个，就是能够作为参考。那再来的话，我们在内部的话，我们也对各个师承的修复的过程，的所有的修复的过程的案子也收入在本案里面。那主要的话，我们在这个案子呢，最在利用的部分。 我们有提醒了这个林安泰古厝的文化资产，尤其是这个保存运动的当时希望能够让后面的人知道这个林安泰古厝的一个历史的定义。所以后续的再利用的话，后续民政局也特别后来有做一个展间，然后把整个过程来做一个展览，那让这个在林安泰的。 参观的人哈，他可以知道这个部分的一个文字的价值。那我想，这是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对这个部分是有一个贡献。好，谢谢。好，谢谢。各位委员对他们的这个报告是有没有？是，大家好。各位大家好，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很特别，那。 这个案子当初被保留，然后迁建的时间点应该就是30年前，30多年前。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调查研究，早期叫调查研究的那个计划，其实偏重于物的部分。那过了30年，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有关那个比较属于家族史的部分，就是空间史的这个部分，只剩下25页。 26页，短短的2页，在谈这个房子的历史价值。那我个人建议，是不是有机会，因为毕竟现在是公部门在做处理，有关那个，比如说那个当时候的后代的子孙，我不知道目前掌握的状况怎么样。不过就那个历史文献而言，我觉得这个部分看能不能有机会，把这个部分补充起来，我的主要意见。好，谢谢。其他委员有没有？ 他的后代叫林志梅先生，现在可能年纪很大了，因为当年他把他捐出来，是他跟那个当时的那个市政府签了约，他把他免费送给市政府这个建筑，所以说他要求他的祖宗牌位要放进来，后来民政局没有答应，所以现在用了一个大图输出，现在他的牌位是假。 那他自己真正的单位，他供到他们新的家去，所以他的后代要找的话呢，我向建筑师，如果你们这边找他后代，应该还在。其他委员，对了，我倒是有兴趣。好，我们看你的报告，这个38页，上面有个图，这是你用的，但这个图里面有一个叫。 中间有个叫先，土先是两姓，一个是土田，一个是县，这两个地名都是属于安溪，所以安溪的建筑，你看这个图就知道，它是出挑的，它的山墙面出挑。我上次在审查也跟你讲过，但你们有改过，但改的不确实，我改的不确实。
不确实的在哪里呢？我想你看你们这个二至十四页右上角，那个图，那个是原状，这个原状还是日据时期修的，真正的原状应该是在三至四十一页这个照片，三至四十一页上半，这是它的原状，你看它的这个每一根的屋檐都是伸出山墙外面，每根这个是这个我们讲是安息建筑的一个特色，但是修了以后，这个特色都不见了。所以你们看，你在下面一页三至十二页你们画的这个，山墙都是这个完全都把它挡掉了，这个是完全把安息建筑的特色就把它抹杀掉。我想如果能够改或者是怎样，所以因此谈起来的话，在三至三十六页，三十六页四张照片，上面两张照片这个有错误，因为你在左边这个画了一个白圈，可是右面是个东西，讲的东西不一样，你再去回去再确认一下。然后在底下两张照片，这个照片你的说明说它这个是火库器，这跟火库器毫无关系。我跟你讲，这个安息建筑，因为它的山墙是屋檐是伸出的，所以呢，这个在屋顶上这一小块圈起来，这个叫做水遮，叫水遮。那安息建筑的水遮跟闽南是不一样，安息建筑水遮因为它是挑出来，所以呢，它必须要做叠式出挑，这叫叠式出挑。这个你可以再翻回来到二至十四页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它是出挑，所以它没办法做，所以它就用叠式出挑的做法做出它的水遮。水遮是安息建筑的一大特色，这个部分如果能够修订的话，稍微把它说明清楚。再其次，二至十六页这个图，我建议把它换掉。这个是一个，我是中原导演，这有一个学硕士的论文，这个图不准，图不准，不准。你可以跟你下面一张，你看这个二至十八上面这个图来看，上面这个图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敦化南路拓宽那根线已经切过它的主体建筑了，这个很明显，你这个图不准，有比较准。以前有比较准的，你去找，好吧，我就不告诉你，你再去找看，有比较准的，他们是这个都计划组他们有画的，所以这几个有关这几个小错误，能够补正就补正，要不然就修改，好不是？其他还有没有？没有建议，那我们这个案子修正通过，就是修正两个点，一个就是关于历史的补述，另外。要投票，这个要投票，现在所有人好，可是你们没有票啊？OK。这个太决断了吧？一个通过，一个是不通过，没有一个修正通过。好吧，如果有的话，那我就写吧。通过还是通过？修正，下面这个部分是修正。
六点考，大家是不是我们这次时间就下量先选？审议案九，大同区迪化街一段329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请说。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8条，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办及补助办法办理。办理情形一，本案建物位于大同区迪化街一段32转号，坐落于大同区延平端二小段157、158、158-1D号等3B土地。建号为延平段二小段2143建号，土地及建物为私有，管理单位为本市都市更新处。本案系本局秉职权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办理情形二，本局于2018年12月11日邀请李前良委员、黄俊明委员、刘淑英委员、蔡元良委员及淑英敏委员召开迪化街一段329号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开。会谈结论略已，初步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续送台北市本审议会审议。专案委员意见及会刊照片，还有文化资产评估报告，请委员详参本资料。本建物位于迪化街的北段，临近台北桥，这是地形地级图的部分。本建物先前为唐家时期作为米行使用，这为现刊照片部分，这是建物立面及天际，还有过水廊外部墙面。第一进一楼通往二楼木梯及二楼廊道部分，这是第一进二楼迪化街侧的隔间。价值分析部分，本局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专案小组现场会谈，结论为：初步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未来保存管理维护部分，后续管理机关去为我们文化局会以老房子专案去进行招标委托。举办提请同意登录大同区迪化街一段329号为历史建筑，名称为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种类宅地，位置或地址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一段329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迪化街一段329号建筑本体，建物为建物为延平段二小段2143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延平段二小段157、158、158-1D号等三笔土地，实际保存面积据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登录理由及其法律依据部分：一、本建物立面其由承重砖墙系统、气造工艺、天井、木构隔间、窗门等均保存传统建物样式，称定迪化街建物之特色，具保存价值。二、大稻埕北段于日治时期为米产业中心，本建物与临港331号原相通，当时为唐家米行，见证米产业蓬勃发展之历史。三、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123款登录基准。本案提请本委员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院长，我们这边业余的。有没有？没有啊。OK。那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投票。刚刚那一个案子有关林安泰工厂，我们是同意，但是要修正后。第18条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情形。
请，有关办理本案办理情形，前于108年10月28日本审议会第119次会议上报告，所以相关会刊及会议记录资料经委员审刊手边的附件。那本案经提供108年10月28日第119次会议决议登录基础历史建筑如下：西楼顶3167段106巷34、36号，西楼顶四延平北路7段106巷24、26、26G、28、30号，西楼顶16延平北路7段63巷12弄5号，西楼顶17延平北路7段101巷32、34号，顶西沙尾一延平北路8段55巷13、15号，下西沙尾二延平北路8段22巷46号。中州五一延平北路9段92巷15号。接着看到是新增基础历史建筑分布位置图。那有关接下来的基础新增历史建筑公告事项内容，请委员以接下来荧幕上的简报内容为主。拟办一拟请市区设置老地区新增基础历史建筑公告事项，延平北路7段106巷34、36号，名称设置老西楼底郭宅，种类宅地，地址为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7段106巷34、36号，历史建筑及并着土地范围为设置老西楼底郭宅建筑本体，建物坐落土地为士林区西周段一小段185及186D号等两笔土地，实际保存面积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那登录理由及法律依据，请委员参看荧幕上的内容。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顺下移动。那接着看到现况照片，可以看到屋脊上的装饰及建筑正身凹凸形式，然后两侧的砖砌直立窗。这是地级地形图，保存范围为蓝色光线部分。接着是航照图。二延平北路7段106巷24、26、26G、28及30号，名称是老西楼底王宅。种类宅地，地址为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7段106巷24、26、26G、28及30号，历史建筑及并着土地范围为社日岛西楼底王宅建筑本体，建物为士林区西周段一小段10008、10009、10010及10011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士林区西周段一小段193D号，实际保存面积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那登录理由及法律依据，也请委员直接详参荧幕上的内容。如果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就直接往下。接着看到现况照片，砖造正身凹凸形式，不通上的短柱及楼拱，还有横批窗及牙子器的装饰等。地级地形图、航照图。三延平北路7段63巷12弄5号，名称社日岛善居室，种类宅地，地址为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7段63巷12弄5号，历史建筑及并着土地范围为社日岛善居室建筑本体，建物坐落土地为士林区西周段一小段434D号。实际保存面积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登录理由及法律依据，请委员详看荧幕上的内容。接着看到现况照片，门屋的正面及背面，正身砖造凹凸形式，入口上方的门额以及正面内部的彩绘面隔断。接着是地级地形图、航照图。四延平北路7段101巷32、34号，名称社日岛西楼底街屋，种类为街屋，地址为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7段101巷32、34号，
历史建筑及定着土地范围为社子岛西周底街屋建筑本体，建物坐落土地为士林区西周段一小段388地号，实际保存面积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接着是登录理由及法令依据。好，接下来看到现况照片。地级地形图及航照图。五延平北路八段55巷13/15号，名称社子岛顶溪沙尾城宅，种类宅地，地址为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八段55巷13/15号，历史建筑及定着土地范围社子岛顶溪沙尾城宅建筑本体。建物坐落土地为士林区富安段二小段257地号，实际保存面积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登录理由及法令依据，请详参荧幕上的内容。接着是现况照片，可看到立面为初基体形式，建物目前由铁皮及木板保护。接着是地级地形图、航照图。六延平北路八段242巷46号，名称为社子岛下溪沙尾城宅主厝，种类宅地，地址为台北市士林区延平北路八段242巷46号，历史建筑及定着土地范围为社子岛下溪沙尾城家主厝建筑本体，建物坐落土地为士林区富安段三小段138地号，实际保存面积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接着是登录理由及法令依据。